出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真心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一个生命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声音带着我们飞翔，飞到神的宝座面前，哦，飞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一个礼拜平平安安的度过。在这七月的一日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，赞美你，这就是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依然需要主保守我们的平安，保守我们心中有不断的歌唱，有喜乐，有赞美，好让我们的日子是充满了你的灵，你的爱。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纪念我们今天的圣餐主日，求圣灵亲自来造访每一颗心，让我们真的在圣灵光照里面，我们愿意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我们做得好的，求主加添力量。主啊，我们行得不够的，求主来更新，来加添信心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，求主的宝血再次来涂抹遮盖洁净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里面能够守节心清，能够遵行神的话语，能够在生活中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